听说你们要搞事情。陆少阳，你竟敢自己送上门来！今天我心情好，来打个赌吧。打什么赌？什么赌？赌什么赌？我不还手，你们尽管来杀，我死了算我输，我没死算你们输，输者自绝。自绝？这么嚣张吗？给你们一串糖葫芦的时间。陆朝阳，休要嚣张！动手算开始啊！六。太差了！你们输了，门主。门主，门主，门主，时辰已到，我们应该动身去剑冢了。剑冢？不是去剑冢吗？门主，是去我的巅峰。嚣张！嚣张又如何？
守住剑冢，一只蚊子都不要放进去。是，门主。区区力气能奈我何？这是宗门杀阵，此地已被我宗门包围，还不速速就擒！我等宗门除魔未到，责无旁贷，尔等理当灭之。谁灭谁？臭老头瞎说大话，不要脸！开拳！中呢，就要出事了，上古魔剑威力极大，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。速战速决。程云圣主，程云圣主，女魔头被剑台利器重伤，今日必定逃不出这儿。今日势必将他斩于剑下，以除这些年的恶气。走。答应了，竟被宗门人埋伏。
伤得很重。你怎么来了？你的伤需得马上处理。伤不重要，万钧剑就在今日出世，我一定要拿到它。可你的伤……小丑八怪，我以前是这样叫你的吧？他之神奇，难道……母亲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这银戒乃是我贴身之物，忘了是谁送的，但应当是贵重之物。今日你若能保我从此处安然离开，他日我必保你在江湖上傲视群雄。这银戒便给你当作信物。不，你不用给我什么，把它留着吧，好好留着就好。倒还是个情种，母亲，你帮我去引开那帮宗门弟子。我愿为你放下一切，只要你安好。为我可以放下一切，不过是因为你本就一无所有罢了。方才白水剑心剑赶到一丝魔气，看来陆朝阳就在附近。我一定不会让你出事。万路门的人。
剑终于出事了。得偿所愿了，这剑鸣声，他在召唤我，不能碰。剑是招摇的，放手！快放手！放手！我去见人主的，放手！为什么？为何？我为何无法放手？我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女魔头，爹。我不怕，你们这肃杀迷阵，我怎么？喂，你们还在吗？喂，你们还在吗？
底是哪儿啊？我都走了一天了。